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。好，那我们继续研讨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。我们上次研讨到191页哈。啊，倒数第二行哈。所以，瑞说瞿诸家僧吗？这里吗？遐僧。啊，第四行哈，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。好，所以呢，要以何等身来灭除生死？修何等道来做灭除？那么先讲以何等身来灭除生死。那这里啊，以中士道来说，当然是以出家僧。要思维在家的有很多过患啊，例如说要赚钱，好啊，要生活，好，还要对境，要造恶业，哈，因为要做事业嘛，一定要贪嘛，那贪不到就嗔嘛。那做如果是做人家的下属啊，老板叫你做也不得不做。那如果做老板，你为了自己利益，又不得呢，好去把别人的利益剥夺。那这些哈都是有在家的过患，好，所以出家哈没有出家就没有这些过患了哈，就看继续。所以断生死生，出家为圣。好，那出家就是要为离开这些居士啊造恶业的过患，还有没有时间学佛的过患。是故智者应心出家。那出家也要有闲暇哦，不是说出家就可以哦，要选择真的能够学到佛法的一个僧团，还好选择，不是说哦这个师父对我很好我就出家哈，不是这样的内涵。那师父对你很好，把你招引过去呢，叫你卖命的话，我们叫嘛？压榨，哎呀，劳工啊，就是你的劳工的价值，外面是3、4万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到僧团一个月才500块啊，所以他要不要多招一点？当然要多招一点啊。对，那外面的劳工只有8个小时啊，里面劳工至少要做20个小时或是18个小时，他当然要招越多越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去那边当劳工吗？没有学佛法的劳工吗？出家做劳工吗？要不要？他说：“那么怎么办？我又不想学法，那喜欢做事，那就可以去了。如果说你目标是积聚资粮，就可以去了。因为在僧团里面至少对三宝嘛，那供养是出家做嘛，比你在家好了。你说我什么都不会啊，读书也不会读啊，学法也不会学啊，我只会煮饭呢、啊。那我出家可不可以？嘿，收，收。很多人想要煮饭来出家收。”嘿嘿，每天给你煮得很高兴，因为积聚资粮嘛，所以看你目的哦，哈，目的哦。但是我们讲的闲暇是以学佛法来说哦，不是做事哦，好，这个要分清楚哦。所以何等生灭除生死啊，以学佛法的角度来出家哦，好，不是以做劳力来出家哦，这个目标哈。好，那我们看。所以出家为圣，就是以学佛法来说啊。若说思维在家过患，出家的功德，先以出家，另以兼顾。所以你已经了解在家过患，要出家功德，已经出家的呢，要让这条路呢，能够心智坚定，不要退心。既然你是出家的，那你说我已经出家在这里，可是每天都要做事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你们怎么办？你想要学法。结果到这里没有法可学，每天都做事，你会怎么想？跳槽，是安忍。跳槽是安忍，两者选择嘛，安忍还是跳槽，不然就还俗。三个条件，跳槽对不对？跳槽，但是说你叛师叛教，要堕金刚地狱怎么办？还是跳，还是跳，还是不敢跳，跳。要跳不跳？班长，你要跳不跳？
啊，你会堕金刚地狱哦？要跳不跳？啊，真的哦，人家这样说你就这样信了是吧？如履薄冰啦，因为学法怎么叫掉金刚地狱？这个很奇怪。好，这个我们顺便说了哈，这个不重要哈。所以呢，要嘛令义坚固，出家叫令义坚固，我要学法哦，不是跟人，不是跟着人就可以啊，要学法，以法为主哦。哈，所以为出家者安立醒觉妙善习气。所以呢，常常受八关斋戒。好，如果为出家，可以短期出家。或是受八关斋戒，安立个出家的妙善习气啊！你们有没有？哎，你们各位同学有短期出家过，请举手。短期出家啊，八关斋戒有吧？哈，那才一天而已啊！短期出家至少要半个月、一个月，七天那个好像不像。你的心不是安立出家，我们说心安立出家的心态哦。那个不算呐、啊，你心里没有安立呀、啊，你这是逼不得已要受八戒才可以才当娑婆期的，是逼不得已的，心没有一种出离呀、啊，哦，所以心要出离，心真的为出离解脱生死哦，以何等身灭除生死哦，这是为解脱生死的，我受八戒的那还算，啊，如果真的不是要解脱生死的，哎，那是人家要受八戒就受了，那个就不算哦，短期出家就有这个内涵呐、啊。我要尝试一下出家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，哦，所以这个差呀，心态啊，心态不同。好，这个呢就要串习妙善习气，就从你的心，真的是不是想要跳脱生死来看。那此中道理呢？哦，理当略说。哦，那略说什么呢？就是在家的过患，出家的功德。我们看在家的过患啊，第一个，其居家者。负责守护，娶老为苦，所以呢，有钱的人呢，就想要把钱呢保持住，对不对？所以保钱住很多方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关在保险箱里面啊，去投资啊，当储蓄保险啊，或是定期存款啊，你们选择哪一种？哈，买房子啊，买地啊。增值啊，啊，你会选哪一种？有钱的话，啊，都没有有钱过是吧？好了，不说了哈，这个是真在真心而已，就是你想尽办法去保护这个钱呐、啊。有钱的会想尽办法去保护这个钱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？怎样让它增长，不要退失？所以想尽办法投资也好，买地也好，买房子也好，对不对？定期存款也好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。但是是不是要想尽办法守护娶老为苦？另外呢，凭着追求众苦艰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这样，没有的话就想要追求，拼命追求啊。如果说年轻的话，一天24小时哦，没有日夜的一直追求金钱，有钱呢就想要尽办法要保护它。买地啦，好，买房子啦，好，是这样。那于无安乐，于执为乐，啊，这个都守护也是痛苦啦，那追求是痛苦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安乐。可是呢，我们把它傻傻的把它执为这种快乐，追求金钱执为快乐，对不对？那保护金钱那不退是也执为快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？啊，例如说你投资了，哇，不错哦，今天涨了1趴哦，我好高兴哦。那明天呢，又跌了2趴，哎呦，怎么这样，很痛苦。后天又涨了1趴，哦，又回来了，好高兴啊，是不是都这样？每天都这样，我听说是这样的、啊。投资的人啊，投资人会这样，所以应当了知是恶业果。好，不管是为了守护，为了追求，哦，都会造恶业的哈。一个贪，不然就嗔。以居家来说，那个有钱的是吧？是贪。哎，我们讲对啊，贪呐、啊，贪求无厌嘛，越多越好嘛。那个追求的人呢，常常会在贪跟嗔里面打转，得到了就贪，失去的就嘛，得不到就嗔，哦，都是在恶业果。那以本身论，本身是佛的过去生的故事，好、哦，于同牢狱家。有莫失为乐，这个轮回啦，
沦为当中呢，就如同牢狱一样哈，不要把它当成快乐。那这个轮回里面呢，或富或贫乏，居家为大病，就是因为在家生活，为了生那个，为了每天的三餐生活都是在这边打转。那什么病呢？一因所烦恼，就是富有的，为了守护这个财产不要流失，所以有烦恼去守护它。那贫的嘞，追求艰辛，两个富的呢，就是因为守护呢会产生太多烦恼；贫的呢，为追求那个不贫，就追求很辛苦。所以不管或富或贫乏，悉皆无安乐。在轮回当中呢，不管你有没有，都是在烦恼打转，没有一点安乐可言。那持苦于此于欢喜，可是呢，我们就是安于这种现状，当成是快乐的。所以于此就是嘛，一个是护守烦恼，这个贫追求艰辛，对这个呢，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很高兴去做的一件事。那这样嘛，就后面感的嘛，贪嗔的因感的恶果会成熟。这是依那个，那个本身论说的。那我们现在看中药师说，是故执持众多之具，求无喜足。所以我们就会在贫跟富之间呢，就会执持这个众多之具，那求到的一定不会满足。所以非出家事，这个是出家人不管这个的哈。若不我者，居家无别。如果是出家人还是管这个呢，跟在家人没有不同啦，还是管了富啊，就要想要守护了。那贫呢，想要追求更多，那出家跟在家一样啊。所以又居家者，与法相违。故居家中难修正法。因为居家为了生活，能够跟佛法要行善法，至少要善法，能做得到善法不容易啊。所以故居家中难修正法，至少是十善业了。那依前论说，是前论就是本生论。若作居家业，不能不妄语；与他作罪者，不能不自罚。所以居家为了做生意啊，你会不会打妄语？会啊。你产品不是很好，你就特别要渲染到很好啊！你看那个广告啊，广告是100%都是如同广告这样吗？不可能啊！你有看到我看一个瓷砖就很奇怪，那个大象来切那个瓷砖都不会坏的，大象来踩都不会坏。对不对？这个很奇怪那所以有些的是都打妄语，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还有呢，如果做法官那个部分呢，就是与他作罪者不能不自罚，对呀、啊，他有犯罪啊，法官你要判罪啊，对不对？警察也是啊，警察如果有犯人的话，你一定要抓，对不对？所以刑法施加业，刑法呢就是呢修行，刑法就是要修行的话，就会嘛施加业，就是嘛要把这个加这个业要嘛先丢掉。放在一边，如果顾家法其成，因为你顾家的话呢，就会把这个修行就没办法成就了。所以呢，法业即极尽，那家是猛报成。所以呢，就是法业呢，我们一般在家人是吧？法业都没有修了，即极尽了，每天忙的三餐，对不对？有的没有的，是不是？尤其是那个家庭主妇。你每天是忙的，有些有的没有了，卫生纸不够要去买，肥皂不够要去买，肥皂买什么肥皂，卫生纸买什么卫生纸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样的产品最好，还要比较，对不对？又便宜又好用的，对不对？上网要查，一查就半天去了，会不会？买要采购啊，采购要看哪个产品比较啊，一采比较之下，无形中好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历经会不会这样？比较不会啊。有的人就会喜欢采购的，就比较哦，某某那个什么那个采购网，还什么那个嘛，PC Phone 的，好像 PC Home 的还有什么，好多网站都可以查。我要买个东西，就比较来比较去，一查就好几个小时了。不会啊，会啦不会，
我 PC Home 一个就专门就是 PC Home，不管它买多贵都没有关系。哦，24小时专门送到，所以贵没关系，快速就好。都可以啦，就是这是会比较啦。哈，因为很多产品呢、啊，虽然是 PC Home，但是很多产品比较啊，哦，这个好，这个便宜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我也是这样的，我要买个手机都比较个好几天才比较出来。哎，三星的32G 的有多少钱？那什么华硕的64G 的多少钱？啊，比较去，那会好几个小时哦，可是还没有决定，下次又比较一下，要好几个小时。哎呀，太浪费时间了。这个就是没有修行的过患。所以呢，法业极静都没有修啦，都没有 silent，就是 keep silent，就完全没有修，没有进展。家事猛爆成，为这些家庭的琐事，那个就是嘛，一直成长，然后呢，造下贪，贪就是我们讲那个贪便宜嘛，我也是贪啊，比较好的、比较便宜的贪也是贪便宜啊，对不对？那买到的结果，哎，怎么买到这么一下就坏掉又撑了？好不容易买到一个好东西，结果呢，用不了2天就坏掉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？又撑了。我们常这样做哈，贪嗔贪嗔，故有违法过，所以跟佛法是相违的过失。所以自爱谁出家？如果懂得自爱的人呢，谁愿意住在家？我们问一下，下辈子你们想要在当现在的在家人呢，请举手。结婚生子亲戚一大堆的，请举手。不要的，请举手。不要请教，要的再继续，这跟这边一样，牵扯，有的，兄弟姊妹很多啦，还有，太太的或是先生那一方也是兄弟姊妹很多的，要希望再一次，one more time 的，请举手，没有哈，最好不要也有传宗接代的概念呐，然后这是世俗的概念，这个总是地球会毁灭的啦。迟早啦，对不对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地球毁灭还是什么传宗接代啊？传宗接代这么重要啊？传宗接代这么重要？我现在对峙一下我们传统的古老观念，传宗接代重不重要啊？你现在来说重不重要？总有一天人类这个地球人类总是会灭亡的，那你传宗接代有什么用啊？传宗接代只能在地球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只有在地球传宗接代。如果你亲自到他星球，地球的传宗接代有没有意义啊？没有意义啊！啊，如果你升天了，传宗接代没有意义啊！你天上要传宗接代吗？不需要哈。所以把那个传宗接代要概念要去除。所以现在是叫少子化，我感觉也不是不好啦。第一个呢，少掉一些资源的浪费啦。强调一些资源浪费，但你说那少子化谁来养老？每个人的业果就不一样啊，也就唯有自求多福啦。你现在靠子孙来养老的，几乎没有希望，不要有这种奢求了，自己顾好就好，自己要把握。我年老了，有一笔钱可以让我养病养生，直到我死的那一刻，不会为这个生活困扰。自己要顾好，不要把钱完全都。给小孩子哦，小孩要投资，小孩买都完全给他，自己没有留一毛半钱，只剩下3000块的养老金，好可怜呢。3000块养病是不够用的，看病都不够。哦，所以自己要规划好，不要说养儿防老这个概念在现代已经不行了。哦，自己要先做好一个防备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说哦，什么传宗接代很重要。其实传宗接代是以前的养儿防老的那种概念的延续的。现在不要有这种概念，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好好去学法。那我看到说，有些人就是怎么讲，也不是说不好啦，就是会烦恼东烦啊，儿女的事情牵扯很多啊，父母就不得不管，就把时间都花在儿女的事情上，儿女的婚姻不幸福啦，儿女的那个管教小孩子方法不对啦。儿女的那个媳妇儿啊，怎么她的想法啊，怎么可以欺负我的儿子啊？都是这样在为那个下一代在忙。
那本来有时间学法，就把时间浪费到那边去了。我们现在还有同学是这样的哦，很同学这样的，我感觉这样已经颠倒了啦。就是应该做的就做啊，不能做的就一个建议，好，由儿女自己去处理了。啊，我们把全身都投在那里面去了。所以呢，啊，懂得自爱的人协助家，想要坐在家里，最好不要了。所以我感觉我很幸运的，为什么？一个人快乐就全家快乐，没有什么东拉西扯的这种问题，复杂的问题。但是这样可不可以利益众生？也可以呀、啊，不说一定要亲戚朋友才能够利益众生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孤家寡人一个，你用一种没有牵扯的这种概念，没有这种牵扯的执着去利益众生，反而更自在。有就成，没有就退，就没有什么嘛。但是有家人，你说你退可以退吗？那不成，你难道就放着他吗？也不行啊，你会心挂碍啊，所以都很多牵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还是劝你们下一辈子出家，出家，嘿，出家，出家比较好。那出家要懂得世间苦后再出家，不要童真出家啊！你们现在还发愿童真出家，请举手。不不，童真出家不是不好啦。如果说你已经修行一到一个量。一量能够自主的话，那当然是从越小出家越好，环境保护嘛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到一个量，对世间如何看不透的人，最好是受一点苦后才出家，有苦才叫出离啦。没有苦的出家都是人家哦告诉你的世间第一等人啊，这种概念是洗脑的概念。当你认识到不是这样之后，你就马上还俗，甚至对佛法排斥哦，会对佛法排斥哦，是因为你人家告诉你相信了，结果不，你的心里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话，你会对连带出家这件事一定不想要，连佛法会排斥，那个就不好，反而那个后果啊，后患无穷啊。所以最好让小孩子去抉择，不要父母逼小孩子出家，可以建议让他去抉择，然后去体验世间的苦，那世间的去体验一下。如果他想出家，说可以。你大学毕业后经过3年的工作，工作完你还想出家就可以出家，去比对过啦，不要说没有抉择过就出家了，这个是情绪上一定会后悔。好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所以看又云：骄慢痴舌窟，坏疾净喜乐，家多蒙苦衣，如窟谁能住。这讲居家的过患啊，都居家的话一定有骄慢痴、哦、这个骄慢痴，这个舌就是毒啦、啊、有这个毒，有骄，这个是烦恼毒，包括骄。骄什么叫骄？就是自以为是，很骄醉。傲慢是后面傲、哦哦、慢是骄傲，我们叫傲醉，骄醉。骄醉跟傲不一样哦，傲是骄，就是自己成立那个这个自以为是的概念。例如说，我好伟大哦，我好棒哦，我真的很行哦，我长得比别人漂亮哦，我钱比别人多哦，那个叫骄醉啦，成立在自己那个好像很有功德那种概念里面，叫骄醉，沉醉在那种自己很好的那种情绪当中，就叫骄啦。傲是对别人啦，我比你行，就我感觉我很厉害，那个叫傲啦。那傲的话有慢就有慢，所以骄是自己的感觉，傲是对别人比较，对别人的比对的傲。那因为有傲的话就有慢、哦、所以傲跟慢是一样，傲慢。但是有些是慢是内心的，傲呢是一种会行表现出来的，这两个不一样哦。慢是属于说内心，哎，我比别人好，但是傲会表现说好像我比人高一等，那种孤傲啦，傲就是一种孤傲啦，感觉是自己比别人不同啦。这样了解，这个傲慢又不同哦。傲是孤傲，我自己一个人比别人厉害，别人更比我不如我，这个叫傲。慢是好像我内心好像我比他好一点哦，那个又没有表现出来，这形象懂吗？骄傲慢三个形象不同哦。那骄是成立在自己自以为是那种比别人好那个不错的概念的，叫骄醉。傲就是孤傲。慢呢就是嘛、欸、
感觉没那么不好，就比自己不好，但是感觉没有办法，就是比自己那个内心比他高举，那个叫慢。所以骄慢，还有痴，就是因为无明，观察不到事实真相，这个都是毒，烦恼毒。这个在居家有这些烦恼毒啊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经过这烦恼毒？不不，有啊，我在求学就常这样啊，我当班长呢，我从国中都当班长呢，所以我是班长，我是班长，你看你们都，那我是。同学选举我当班长哦，连老师也叫我当班长。同学也选举后，老师说：“哎，不错，你们选得很好。”所以产生一种骄，你看，同学都当我叫我当班长，老师又称许我，那个骄，我像很厉害的感觉，那个骄了。那当班长之后呢，又傲，我是班长，你们要听我的，要听我的，好、哦，所以呢就傲出来了。那这个傲就表现在外在，你们要听我的。啊，不乖的，我就叫那个嘛，训导主任来打屁股。只要呢，在班上呢，跟老师啊抬杠的，不尊敬老师的，我就私底下联络训导主任来打屁股。这个叫傲了。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哈。那慢，你看你们这些的都不乖，你看这个生死大权都掌握在我身上，会打屁股不打裤皮，由我一念之间来决定。我都心一念之间，我感觉这同学需要受处啊，我就联络训导主任。一念之间啊，这个同学关系跟我不错，我就好放你一马。以前是小时候都这样，国中的时候啊，那个骄慢痴啊，人情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跟我妈急的，我当然是先放你一马嘛。人情就是这样，世间的人情就这样，这是什么叫蛇窟啊？居家就是这样蛇窟啊，这烦恼在炽盛啊，那不是贪就是嗔啊，居家都是这种，国中就是这样，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啊，何况大人更厉害了，更明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极尽喜乐哦，坏极尽喜乐哦，心就不安静哦，就会抉择哦，贪啊、嗔啊等等这些，然后加多蒙苦衣。所以呢，加多在家的话，很多蒙苦啊，苦苦、坏苦，哦，还有呢，很多杂事要处理的苦，对不对？亲戚朋友的啦，很多杂事啊，还有不同的意见呐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做一件事，你没有跟太太商量，你就做了，太太会高兴不高兴？不高兴。那你要今天要吃什么饭？没有跟儿女先商量，儿女高不高兴？不高兴，所以你就要做一件事，关系到全家，就要全家开个 meeting。那懂哈？啊，如果这件事关系到你两个夫妻，这要跟夫那夫另外一半要开个会，你不能只是说我想当然就这样做咯。这个是违反大忌哦，哈，懂呗？班长懂哦？啊，跟人家商量，跟谁有关的这件事跟谁有关，要跟相关的人。开个会商量一下，好，这个要有个总别的概念呢、啊。如果没有开会，你自己做了一定会被抱怨，做了你做得很好也是会被抱怨。做得很好吃，好吃是好吃，可是没有经过我就觉得不好吃，有没有这样？是不是做事很难？那我一个人自己想吃什么，我自己决定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想吃水饺，水饺就吃了；今天想吃。饭你就吃饭，想吃粥就吃粥，多舒服。好，但是也有好处啊，因为带着别人着想，需要训练，在家是叫训练菩萨行，从带别人着想做起，这个需要的。好，所以极尽喜那个坏极尽喜乐，加多蒙苦衣，如枯谁能住？就是有骄慢痴这个蛇枯啊，都常常受苦啊。有造成后面的毒，所以因硕思维，你好好的去思维它。如是等类在家过患，就看到这些过患呢、啊，要发愿下一辈子出家，或这辈子有机会就要出家。好，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我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他这边写哦，在家过患，好，那出家功德，是。那有些。像以前或者现在，有些在家人他也是在讲法，
那是不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也是要看个人？因为有可能在家的功德会大过于出家的过患，有可能这。这讲法不是在家的功德啊，这没有不共的啊。这个没有不共。对，我讲共跟不共，你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啊？在家也可以讲法，出家也可以讲法，但讲法不是出家的不共功德啊。这是共的功德了。嗯，对，你出家也可以当老师、啊。如果是说出家跟在家人他的讲法，这个功德有没有大小？还是？但有啊，所依门力大、啊哦。就是出家的功德大。对啊，是啊，所依门不同啊，戒体不同啊。我的想法是说，有可能出家哎、欸，在家他的功德会大于说出家的吗？有可能这样吗？那看你咯，如果你在家菩萨，当然比出家的声闻功德大啊，有发菩提心，功德大于出家。那你有没有菩提心？他的那个发心，对，有没有菩提心？有没有大悲心？如果你有大悲心、菩提心，那、啊、如果这个出家人没有大悲心、菩提心，当然你的功德胜过出家众啊。但是有没有这个心？所以这也不是不够的啊，因为出家也可以有大悲心、菩提心啊。那跟个人也是有很大关系。对啊，所以这不是不够的问题啊。这不能分辨在家好或出家好，这个没办法分辨的。但是怎么说出家他的功德，他所他现在以环境来说了，因为出家的环境跟在家环境一定不一样嘛。对啊，一定不一样，这是不共的地方嘛。因为出家就是要找这个极静的处所，寺院啊，或僧团啊，或是一个的一个我们叫阿兰若处啊，嘿，来安住啊。那在家没办法找到安兰若处啊。你有兄弟姐妹、亲戚、太太、先生、儿女，这个怎么找到安然落处？没有一天可以寂静的啦，对不对？在家里面一天可以真的不管了，都可以寂静的，除非去闭关，那个是暂时的而已啊。你只要在家的，不可能有寂静的这种生活、啊。所以讲环境啊，哈。好，那没问题，我们看下一段。复因愿以初列衣钵起佛之足于远离处，好，这阿兰若处净智烦恼为他共处。好，就说如果说我们出家的话呢，应该以初一衣钵起佛之足，就是每天能够生活的过去就可以了，有三餐可以养活自己，可以再靠这个身体的养活能够好用功。所以远离处就是远离杂染处啦，就是阿兰若处啦、哦、远离杂染处，这个少两个字啦，以远离杂染处净智烦恼，那好好去观察自己的烦恼跟起心动念，这是声闻的修行方式啦。但是菩萨也要啦，菩萨也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哦，不能说哦，声闻才要，菩萨不要、哦。菩萨观察起心动念，要转烦恼为菩提哦，转烦恼菩提，就从转非理作意变成如理作意啊。每天都要去反省，哎，刚才我怎么起的这种排斥的心？这非理作意，想想不对，我应该是对众生要慈悲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今天要抛一个，对不对？法那个大宝法王说的。就要观察那个五欲的那种烦恼，然后去把它转为我要利益众生，不能停在那个五欲的贪跟嗔里面。好，然后净智烦恼为他共处，所以呢，出家要什么？作为别人的共处，就供养处啦。因为你有修行，才堪为别人供养哦。所以没有修行，就不要接受别人供养，一定要有修行啊，把这个修行的功德回向供养的人。不然你要回向供养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功德，怎么回向给别人？哈，那、啊、变成我们下辈子还要还呢，对不对？这辈子如果没有修行，然后人家供养你，你就是平白的受这种供养，下辈子要不要还？要还啊！所以唯有靠平常所修的这种那个佛法的功德回向给别人，希望能够在佛法能够增长，这个才对众生有利益啊！所以这个修行很重要。那修行有一个较量的修行跟正量的修行，这两方面都要做。那起心动念要存善，用善大悲心菩提心的去摄持你的身口，这样的功德才能够真的对供养我们自己的人能够产生回报。
平白无故受别人供养，下辈子很苦哦，要做牛做马还别人的哦。所以拿了钱，当时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功德，下辈就惨兮兮了。嘿，这个要戒哈，你们没有关系的，我自己要戒。所以如七童女因缘论，七童女因缘论来怎么说呢？说愿剃除法衣，守护粪扫衣，好，乐住阿难若，阿难若就是远离杂染处哈，何时能如是？好，就是说。喂，所以七种女因缘，她就发愿出家，便剃除法衣。那这为什么要剃除头发啊？为什么出家要剃除头发啊？你们想一想，啊，我没有，我在剃头才摸头哎，平常没有在摸头。那有几种状况啦，就是头上有油，摸一摸再抹脸，就反正比较有水。啊，都是自己身体的，啊，什么脏不脏？我不会这样想啦，我是说为什么摸头？你说你出家，其实每天照镜就知道你出家了，还要摸头干嘛？我知道啦，那别人说的啦，我是别人说的，没错啦。你不要信别人说的，你自己我想为什么要出家要剃头啊？不要想别人怎么说啦，对啊，因为每天要整理，浪费很多时间呐，对不对？像你有头发，今天哦要留什么发型的，然后女众不是更麻烦？那女生发型要多长啊，多短，然后要护发，还要润发，对不对？啊，保护头发，那看到白头发就很紧张，一下怎么找老半天把它揪出来？哎，那边有一根揪出来，那边有一根揪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就不完了。对呀，啊，很烦躁哈，哦，就把它剃掉，还是夏天剃，冬天再长。冬天戴个假发，那等头发长出来，假发就不用，啊，也可以的哈，哦。夏天比较在家就剃个光头，可是这样你儿女看了，哎呦，妈妈你出家了，要是要随顺的，啊，哈，哦。但是有头发真是麻烦，真的很麻烦。所以呢，有头发你就会担心这个头发，就每天为这个头发在忙啊，哦，然后看了，所以呢，剃除须发已，所以这头啊，就是这个头发也是代表一个处理了哈，哦。那所持粪扫衣，因为粪扫衣就是我们袈裟啊，因为以前的印度的那个袈裟是人家那个裹尸布啊，就包裹尸体那个布啊，那。每次尸体要火葬嘛，那裹尸布要把它拿起来就丢到垃圾桶去了。那垃圾桶去呢，这个出家就把它剪一块一块的，那一拼一拼就拼，把它缝成一块布，这个叫百纳衣啦，就是100个布缝在一起叫百纳衣啦，剪的碎布嘛，缝在一起就变成百纳衣啦。那一般从垃圾堆剪出来就叫粪扫衣啦。然后以前都是简单的裹尸布来做袈裟，现在不行哦。现在我们的出家人讲一个布料要多好的哦，要柔的哦，要穿的舒服的，一件都比好贵好贵的哦，一柜那好几千块哦，好几万的都有哦。还有那个佛，每个是加上佛字，红主义啊，佛佛佛佛都金色的哦，跟以前的不一样。啊，这个跟以前不是这样。啊，都变太嚣张了哈！所以住阿兰若处，哈，啊，这个远离杂染处，何时能如是？就是能够啊，为了修行，然后剃除须发，那啊，手持粪扫衣来住那个阿兰若处用功，啊，然后目视恶目徐，手持那个瓦钵器，何时无机会于家家行乞？那恶目呢？一般来说啊，恶目呢，他不晓得这个是为什么用恶目啦。一般我们是手持席杖啦，啊，我们一般哈，啊，如果是以前托钵要手持席杖，然后呢带着钵，然后去托钵。那现在席杖很少，连南传都没有席杖了，没有南传没有席杖。但是一个恶目，这个好像以前现在没有恶目了，都是用杯的。
就是我们一个波啊，就像那个声带，像声带，声带那一个洞就是声带，那这个波放在声带里面相托的，就是憋在身上，就像这个袋子啊，就憋在身上，按波就放在声带里面。二木许哦，可是二木多长啊？不晓得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可能哎，对对对，就以着远位看的那个波啦。所以我们以前那个南传，我短期出家一个月过了，就跟他们去托，每天要托波，托波是南传最重要的修行，每天一定要托波。那感觉没有托波就是没有修行，所以每天我们是没有穿鞋子的，赤着脚。赤着脚，那就看今天路线，它是整个城市嘛。我们那个是在哪里？像清迈，比较偏冷的地方。然后就是要每天这个城市是多，每天的路线都不一样。这就是我们每天的闹路线，它有规划。所以一天就把它规划到七个路线啊，总共七个路线。那你每天就是不同的七个路线，第二礼拜再循环一次。那我们那个波啊，波是有波盖的，所以只要我们经过，那说阿江就是比丘啦，阿江啦哈，这比丘，那有人叫的我们就停下来，停下来供养的，我们不能看别人脸，也不能看那个食物，我们只能把波盖，波盖是这个，如果要供养这边来，波盖把它翻开，我们就看着地面。我应该看地面，我不想二木许的，那地面也是高就长一点，哎，对，所以我们是看地面哦，不是看的人，也不是看的饭菜哦，也不是看的波、哦，所以它供养完，我们知道目光余光扫一下，它供养完已经放到进去了，把波盖再放下来，再继续走。所以这个二木许到底是自述的波的二木许，还是波的地面的二木许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对啦，但是因为所缘境不同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所缘境不一样，跟你讲的没有相违。我说，那你要注视哪一个的问题嘛？啊，如果你要以注视地面为主，当然就是比二目要长一点嘛。啊，而你要注视一个空中。无所缘的啊，短短的就这个距离也可以啊，懂哈？再看你要注视什么嘛？还是注视这样的意念嘛？那就没有二目许了嘛？二目是我要以悲心跟菩提心来受这个供养，那就没有二目许嘛？就是专注在第六意识的意念嘛，动机了嘛？所以这个也不同的所缘呐、啊。当他讲是二目许是一个大概而已啦。所以说，你要二目许，还是说子孙呢？我要以悲心、菩提心，那一面呢？他供养说呢，我祈求他能够增长福慧，快速成佛。这个也是在第六世啊，就没有二目许啊，就不用眼睛看了嘛，只就在第六世想而已啊。所以看你要圆什么啦，好懂哈？啊，当然说二目许是这个这样说没错啦，但是每个情况是不一样的，哈。欸，外向是这样没错啦，可是实际上有时候是在内心。我祝福他能快速成佛，就变成在第六世的、啊，没有眼睛没有在看的、啊，懂哈？我是以前托钵是这样的、啊，所以不会看人，也不会看那个菜啊，一看人会不好，那看菜也会产生贪跟嗔。哦，今天供养的是很好的菜，就喜欢吃；哎，供养这个我又不喜欢吃啊，就产生嗔。所以人跟菜都不能看。好。到这里，所以呢，所知瓦波气就是托波，何时无机毁瑜伽家行起？所以呢，能够在无机毁的状态之下，每一家去托波。所以我们有一次有去托波，那可能那个车跟那个排那个班呢、啊，或是那个排那个时间不对，所以有那么一大早，我们大概是4点多就出门托波了、哦，天还没亮哦，所以。对他们知道你的这个出家之后到几点会来，
他们已经习惯几点会来，所以他们就在里面等了，在里面就等了。有些汤是饭都热的，他里面等。那有时候像说我们走快快的，他过去的，然后隔天我是等下一次我们再去。哎呦，哎，那江南他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来啊？会这样问呢、啊？啊，其实时间配合不好了，就是为什么没有来？啊，那所以有时候呢，那我们要不忌讳，就是说不要看人，也不要看物供养物，才不会造成忌讳。你看看养人，那就哦，你法师怎么可以看我？你贪心来看我？你看书，为什么看书？你是用贪心来看书，所以要这个不能看书，也不能看人啊，就不能拿开啊，感觉那个都弄完了，就把它盖起来，就继续往前走。那走路要慢。走路要慢哦，不能快哦，不能急哦，不能急哦。我们托钵那个行程是慢慢的，走路是慢慢的，一步我们踏下去那个感觉哈，脚跟踏下去到脚尖完全着地，再脚跟起来，要注重那个感觉，每个当下的感觉都要清清楚楚、明白白啊。嘿，就禅，这是我们叫静，要禅修，注意当下每个感觉。所以他为什么要赤脚不穿鞋？那个用那个身体去感触那个踏下去的感觉，好，那个就才不会有机会了哈。那并且要加加行起哦，不能跳过去哦。跳过去，人家说：“哎，怎么前一家有受供养，后一家受供养，你就没有走过我这一家？”那于是就会忌讳哦。嘿，这个要小心。那何时能不贪？哦，什么时候能够不贪求利养及恭敬？然后呢，而且能够净化烦恼这个刺泥，烦恼就是那个会伤害我们嘛，还有烦恼会怎么会缠缚啊，泥就是 连在一起的感觉啦，跳脱不开啦。然后呢，未春、哦、未春供施处为呢附近的村落的供养布施的一个田处，供施处就供处、哦、供施、供施田，通过别人的供施可以增长那个供养者的福田、啊、供施田、啊、这个是从西同女因缘论来说。又因希愿、啊、因为应该好好的需求跟愿望，用草为座、啊、那常常呢要用草为座，就是坐垫那个打坐的、啊、夫无户处双露施衣、啊、夫无户处双露，就是施衣，以出饮食而能自足，所以应该是施衣哈，就是用草为座嘛，夫无户处双露施衣，就是要把用草哈，对，那就很奇怪了哈。应该户无户处，哦，卧无户处，双露施衣。为什么要双露施衣哈？啊，没东西盖，变成双露施衣啊。好、哦。对了，就是说在没有户处的双路，可是这样的以前是这样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以前修苦行这样的，他十二陀陀行嘛，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都有那个修行伞，修行知道吗？我们那个伞就是那个勾搭那个嘛，那个什么，白蛇传有没有？那个伞啊，伞。那我们打开的时候呢，不是像一般伞，我们打开是一个蚊帐会掉下来。里面是蚊帐，所以打开那个伞是个钩，有个钩，所以我们就是无户处，是不是到居家躺着？是我们到那个树下卧，所以我们是挂在树上，那个修行挂在树上，那打开那个修行很长，蚊帐，因为那个荒郊野外有很多蚊子嘛，昆虫，所以按我们在里面裹一个嘛塑胶布。所以呢，这样掉下来，蚊帐吹下来，那我们就拍一个塑胶布，就当跟我们身体一样高。大概180尺长，大概3尺的宽，把它铺好就算睡觉。
所以也不是说，但也没有什么双路啊，因为有修行散嘛。原始神念修行散没有，才有那个思路一啦。哦，才有思路那个双路思一的，但是这样不好，这样对修行有障碍，因为你双路思一会变成尸体太重，会都风湿，以后打坐就很困难，所以还是身体要保养啊，不能说哦没有覆盖。哦，卧无覆处，双入失一，这个是错的啊，这个不符合那个身体的概念。苦行不能这样修，那个是错误的苦行啦、啊。哈，会到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会到。所以这是以前的概念，但现在不能这样修了，一定要有盖的东西，至少要修行伞，至少一定要有修行伞。才能够防风防雨，因为雨下大，我们修行伞还可以，因为张开嘛，张开那个雨就下，不会淋到身上。而且那个塑胶垫要一定要在高处，所以我们是不能在低处哦。那个树要赶在那个高的地方，不然积雨的半夜下大雨，那个整个都泡在水里面也不行。所以要看那个地理环境的。所以以前我们不住在家里，我们是挂修行伞在树下，但是那个一定要在高处。好。那这个是，所以我们叫那个无处双入是，我感觉不对了哈。那以出饮食而能知足就可以了哈。即以树下罗兰草上，以法喜乐存活请卧。哦，其实没有什么个什么罗兰草了，我们就塑胶垫而已啊。你要找草也不容易哎，找草不容易啊。如果去找自己带一个塑胶垫最好。卷一卷就一小坨而已，这样卷一卷，折起来卷一卷一小坨，又可以防湿，啊、哦，又可以防尘。啊，你用草的话会容易湿透，哦，这个所以还是我们用带，我以前现在都用塑胶垫，塑胶布哦，不是塑胶垫，塑胶布哦，薄薄的而已哈、哦。那所以对，何时我能卧树下罗兰草，如诸鹦鹉绿，受宪法喜乐。那什么叫鹦鹉绿啊？啊，我听不懂。啊，为什么叫鹦鹉绿啊？我没有查，不知道哈。哈、啊，就把那个罗兰草当鹦鹉绿是吧？鹦鹉绿是布吗？啊，一个布吗？没听过的名词哈，是把那个好像一个很好的布的鹦鹉绿是吧？好，没关系。好像有做旗袍的人讲鹦鹉绿啊什么的，那个纸啊，那个袍布料特别好，又很华丽的。不想没有再擦一下哈。那我看房上降雪，好、哦，那博多尔说，昨晚是与其同与因缘所说，心有欢喜，如遇如是修学而无所余，就像鹦鹉绿的鹦这样的啊、哦、降雪啊、哦、来修苦行，出恶饮食，余生无贪着。又因戏院筑药草地，流水边岸，是为水浪起灭无常，与自生命二者相同，以妙观慧灭除我。好、哦，这个从无常了解没有常一自在的我，哦，就是看流水，所以才看的流水。所以以前的古德啊，常那个要么那个，像《论语》里面那个，不是有一个那个一个水吗？在滴滴滴滴，有的是用计时间的嘛，可是也看到是无常啊。每天时间都是在消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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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哦，那个滴滴滴的啊、哦，那个无常。那所以三有根本，人生一切恶见之因。好、哦，所以三有会三有呢，啊、哦，这个三有的能够会在轮回中这个三有呢，哦，特别是嘛我执，所以灭除我执，就把三有根本那个恶见之因的灭掉了。好，这三有根本，人生一切恶见之一就是我执。恶见就包括啊，上下眼见啊，边直见啊，戒君与见啊，还有邪见，还有一个见取见，戒君与见，嘿，对，五个恶见呐、啊。那最重要的是上下眼见哈，那背弃三有所有欢乐，好，就变成烁烁思维，依正世间如幻化等。
需要离开三有一切坏苦的安乐。好，要了解它是如幻化般的无常般，随时会流逝。那何时注水岸，药草满地中，朔观浪起灭，同诸命世间破沙家也见。那个是只能破什么？破那个常意自在的沙家也见呐。好，更深入的沙家也见，光这样修没办法修了哈，只能修用无常来破常意自在的沙家也见。所以一切恶见母，好，恶见母就是沙家也见，破沙家也见一切恶见母。何时我不乐，三有诸受用；何时我通达，动不动世间，等同梦阳院，幻云寻香尘。最常祈愿什么时候呢？我呢不想要在三有里面再受用这些就是没办法长久的这个受用。何时呢？我能够通达动不动世间。这个动不动呢，就是讲那个我们讲那个那个佛法的部分呢，就是让坚固的动不动，就是讲那动就是如同幻化般的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如同梦阳焰、幻云寻香的这个属于动，不动呢，就是灭除我执的部分。好，通达了解世间如幻的动，通达破沙加一切一切恶见母的不动，这样可以哈，就叫动不动。此等一切皆是希愿，来做出家僧，做此诸事。所以要口号发愿来做出家，能够了解动不动的佛法。那伽克巴，伽克巴他是以那个好像造那个菩提心理赞的一个作者，很有名的。若能以大先行，大先行就是佛啦，大先是佛，能以佛的这种行为呢，助苦行三界，是为闻父真样子。好，那孝行佛，这个佛来修苦行，住苦行三年之间，是为闻父真样子。闻父就是讲那个释迦牟尼佛了。好，释迦闻佛就是，所以能够作为释迦牟尼佛的真样子，这样子就是嘛菩萨。那效法释迦牟尼佛六年苦行这个方式来行菩萨道。那暇勒瓦也说于诸在家事忙充实，应披妙衣，罔护其所，宁彼念云出家安乐，则众未来出家喜气。对，如果说在家人在事情很忙的时候呢，我们该披着袈裟到在家很忙的地方，宁彼念云出家安乐，则众未来出家喜气。那个就是说，要等他认为在家出忙这么忙很苦的时候才去哦，让他感受苦的时候才去哦。不要说人家正忙，那出家人又在吵架，又来那找打岔打岔，有没有？你正在忙煮饭的时候，那一个出家人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出家是快乐的，在家是痛苦的。”他会嫌你烦啊。我都踩着猪尾出来呀，还在这边唠叨，所以要让他了解他已经停下来，是在喘气的时候，感觉那个很苦，那喘气的时候，再去跟他讲这些话，人家才会吸收，不然人家正在忙呢。所以这个要看状况哦，这个很重要哦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以前那个，我以前概念汉系的出家众，他很多概念，看见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好乖好乖，要出家哦。你要发愿，好好出家哦，要不要出家？那人家小孩子说不要，你怎么是不要？出家好啊，为什么不要？有没有？我们的很多法师都是这样，看到了，这个班长来出家好，出家最快乐，在家痛苦的，来出家留出家，随时来，好，要记得要来哦，都是这样的。哈，他看到你这样说，他就不来了，好烦哦。班长会这样想，哈。会啊，对呀，我现在还不是时候啦。法师，我以后会去的，但是以后不，我因缘到会去的。你不会讲以后，我因缘到会去的。哎，你就这样搪塞过去，这出家人好烦。哈，
文佛是汉系的说法，汉系叫释迦文佛，为什么用文佛不知道，因为 汉藏系没有这样说，文佛就是那一般叫释迦文佛啦，他汉系有这样的说法啦，汉系的为什么用文我不知道。好，所以侠的话也说啊，这个要重出家习气啊，让别人重视。那重家习气呢，这个看个人了哈，人家有需求才说了哈。那勇猛长者请问经也说，我与何时能得出离苦处家庭，如是而行，何时能得作生结魔，长尽结魔，解智结魔，助和敬业，你当如是爱出家心。哎呀，出家不是为了做这个的啦，什么叫生结魔懂吗？生结魔就是我们一般比丘、哦、如果有事情大家共同来开会，结魔就是开会啦，结魔就是开会，做生结魔就比丘有事情，如果说一个事情啊，那跟大家来商量，就比丘生结魔，就哈，哎，共同商、啊、就聚集在一个地方，大家比丘去，上面没有资格哦，上面没有资格，只有比丘才有资格，只有比丘生结魔，那决定事情，那看大家的意见。那长进结魔哦、啊，就是属于比较个人的。个人的，例如说我们本来是我们这个出家只有三一一波啦，三一就五一七一跟九一，三一波一个波，但是呢你怕不够，所以例如说我可能是在这寺院住要一个波，但是呢可能我会常去南部分院去住，所以你就必须要多一个波，不然带带去麻烦啊，所以呢要多养长一个波，叫藏波，多出来一个波叫藏波，所以呢为了要多一个波，你必须要做藏，藏就是多出一个啦，要做一个结魔啦，那个藏波是对一个人做就可以了，或是对两个人，就从施主，你说施主那边受，就是必须有个那个什么库房的人受给施主，施主你在跟他施主在供养你，这个变成要三个人哦，懂哈？很麻烦，你不能直接有库房拿给你哦。要做结魔，必须他交代一个施主，施主在供养你。嘿，变成要辗转，就叫啊受持这个藏波了，懂哈？啊，衣服也是，因为三衣只有三衣啊，那如果你要脏了要洗怎么办？所以必须要多出一个衣啊。不然要洗就没有办法穿啊，因为也没办法随时干啊，所以要多一个藏衣，藏就多出来衣、哦、像五衣啦、啊、或是七，一般我们是七衣比较多啦，所以要多出一个见七，所以要一样那请一个给施主，那施主再嘛受来回来，就叫藏，增长的长啦、啊、我们叫藏啦、啊、长啦 啊我们叫藏啦、啊、嘿，长啦、啊、就是藏啦、啊，我们分子发音叫藏啊，这个叫藏啊，藏波藏衣啊，就多出来一个衣的意思啦，多出来的意思啦，多一份的意思啦。啊，净呢就是做净啦、啊。啊，例如说你们去受包恩斋戒嘛，可是你平常有吃药，所以要做净结魔，就是说啊，大德一心念哈、啊，那啊持。啊，这个词啊，进行受药，这是我一辈子要用的药，才能用嘛。为欲共宿常服，想要每天跟我一起做过夜，那才能服用啊。那精于大德边受，就是做一个坐禁，不然你八不在戒，午后吃饭后就不能吃啊。可是这个药是每天要吃的、啊，而且晚上也要吃的，所以做个禁，坐禁，这样了解。净化，净化你的贪心啊！目的的净就是要净化你的贪心。你不是为了贪心而吃的，而是为了生活必须而用的。这个叫净，净化你的贪心，叫净结魔。这样可以啊、哦？还有解智，解呢就是解开。例如说，我们在结完夏，大概7月15号结完夏之后，我们很多
那个戒，我们如果是结界嘛，结界，结界要把这个戒解开，所以要做个解戒结盟。哎，完了，那自就是要自戒，结界，所以在4月15号的时候要结界，把这个戒要结起来，大家这个戒里面用功办道，怕一些非人干扰，所以要结界，这个叫自。那到7月15号就要解戒。然后，所以有解跟智结盟，而且要大家一起比丘来做观想来运作，那个叫解释结盟。哦，这是一个行为而已啦，不是真的学法内涵啦。哦，所以来做啊，增结盟、长进结盟、解智结盟，啊，助和合进。所以大家呢，啊，同泛恨的这个修行者，能够彼此恭敬和合住在一起。彼当如是爱出家心，喜欢那种生活的形态啦，就是出家这种生活的形态啊，就是有生结魔、长进结魔、解智结魔这种生活形态。此说在家菩萨应如是愿，哦，在家居士要好好发愿出家，过一种出家生活也不错啦，哦，此事主要为目净缘庄严净。为目净缘，就是目密净缘，就是要净缘，就是希望净缘，就是出家啦，接近圆顶啦。所以净缘也叫沙弥啦，然后圆顶啦，就剃度为师的为目净缘，这个净缘就是沙弥出家的意思啦。希望劝在家中能够像出家沙弥一样，能够净缘。好，接近圆顶啦，净缘就是沙弥出家啦哈。那庄严经论说，当知出家贫，具无量功德，由是甚，好，由是甚，勤戒在家之菩萨。这个甚，这个甚逗点，啊，勤戒这个逗点去掉。就是说，当时出家，他的功德很多很多，胜过你守五戒的，还有菩萨戒的在家之菩萨。我感觉这样是，说法不一定啦。如果说出家众只有出离心，在家众呢，他是有菩提心的，其实菩提心的功德胜过出家众的。啊，他是一个劝募出家才用这样说了，所以应该说，当时出家品具有量功德，由是胜。勤戒在家众就好，不要讲菩萨，菩萨的功德有菩提心所摄的，不一定比出家差啦。哦，这个就没有把那个内涵表示得很清楚，变成，啊，我们叫太过了，彰显的太过了。哈，所以他不要讲菩萨，胜在家居士就好了，哦。由是圣勤戒在家居士众，这样就好啦。不要讲菩萨，菩萨菩提心的啊。对，所以如是非但修行解脱，脱离生死，探出家身，即有波罗蜜多及密凑乘修学种子。所以那时候不但是说以修行得解脱了，要暂断出家，甚至走波罗蜜多，就波罗蜜多就是大乘的。要修大乘的，还有密咒乘的这两个，就是修大显教的大圣，还有修密咒乘的人，也是要嘛，修学种子，意探出家身，罪第一。所以呢，连那个修大显教大圣的来说，还有密咒乘来说，也是探出家身是最好的，因为出家身比较闲暇，可以好好修了。所以出家律仪及三律中别解脱律仪，好，一般我们讲三律就是菩萨戒的三律仪啦。啊，不对不对，三律就是讲那个别解脱跟那个菩萨戒，还有密乘戒，这三律是讲这个。啊，三律就是别解脱戒，还有菩萨戒跟密乘戒叫三律仪。
不是不是，他是讲三律是讲别解脱，出家是以别解脱为主，波罗蜜多谶是以菩萨戒为主，密咒谶是菩萨戒为主，三律是指这三个。所以出家律仪及三律中别解脱律仪，只讲这别解脱，还有波罗蜜多，还有密咒这三个讲，故当敬重圣教根本别解脱戒。那这三个戒都是以别解脱戒为基础。这样可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尽量上快一点，不然4年会上不完。好，我们看修何等道而为灭除。那重点的话，我们修的道呢，就是戒定慧三学，哦，就是以戒定慧三学来说，所以他讲的都是以戒定慧三学。哦，先验离，我们看亲友书，或头或衣，忽然火，上应舍弃灭火行，弃舍灭火行，而当力求无后有，应无于事胜于处日。就是我们讲说，我们那个头或衣忽然着火了，上应弃舍灭火行，而当勤求无后有。所以呢，不是说气球灭，不要灭火啦，而是重点在哪里？不要让头或衣着火啦。然后我们从果上求嘛，一般我们从果上就着火了，叫灭火嘛。可是这不是根本呐，根本在哪里？为什么会着火啦？不要再继续着火，这是才根本呐。所以我们都在追求那个不要痛苦嘛，要快乐吧，这个就是在灭火啦。我不要痛苦，要灭除痛苦嘛，那我要快乐，这是在果上求。所以这里没有讲究，应该是从因努力。要力求无后有了，不要再有着火这个头一着火这种事情发生了。所以从因下手所以因无于事胜于此，从根本下手啊，这个观念很重要哦。我们学佛一定要从这个因下手，不是从果上求哦。因下手啊，例如说你今天投资失败的。那今天投资赚了多钱？这个对我们生命无限来说有没有帮助？没有意义，没有。但是如果说我为什么失败？因为我福报不够。我从因下手，好好去利益众生，好好做善业，好好去布施。这个过去就因为你兼贪嘛，才会福报消弱损失嘛。这个本来就是因果道理。但我只要让我的福报增长。能够以后的利润多，就是因为要种善因，所以不要从果上求。哎呦，我今天投资失败了，我今天赚很多钱了，今天赔钱了，这个都不重要，这个不是重点，而是说你能够在因上好好努力就不要去那个兼贪心，看到乞丐，哎呦，乞丐要讨厌了，连10块钱都掏不出来，看到受苦需要帮助人，吝啬的心也钱掏不出来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心，哎呦，这个重点在哪里？哎呦，这个出家人是不是假的啦？那个乞丐是不是假的啦？这时候会妨碍我们那个坚定心，那个布施心呐。所以你这小钱嘛，没关系嘛，你就把它当成是顺缘的境，你不要管它到底是真的和尚或是真的乞丐，你就一种，不管你真的乞丐或真的和尚，我就造善业，造善业为主。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假的之前。我把你当真的，这个概念要有，这你才增长我们的福报啊！不要因为怕被骗了，那就嘛不想做生意了。我们都很这种心的，怕被骗嘛。可是问题，你没办法决定被骗之前，你就把它当成真的，它是需要啊。这概念要慢慢要去增长它，这才有机会造善业。不然你什么时候造善业？啊，为家人煮饭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是为让他快乐造善业吧？你是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吗？你们煮饭的时候是煮自己好吃的、想吃的，还是煮别人要想吃的？妈妈，好。但是呢，我自己个人来说，因为一个人都煮自己想吃的，贪欲心。我一个人煮自己想吃的，
没有想到要供养护法，先想自己想吃什么，再想到活菩萨，就错了。应该想到活菩萨希望我煮什么样的，但是活菩萨怎么知道？所以我今天一定，不管你是真的，实际上是你自己才知道。可是问题，我现在想到活菩萨，哎，今天我煮的是不是活菩萨喜欢吃？先想到我要供养活菩萨嘛，但是活菩萨想吃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因为活菩萨不知道，那拜谁啦？活菩萨我不知道你想吃的，我就煮自己我想吃，因为我最好的、最高兴吃的东西要供养你啊。所以第一个概念要先想到三宝啦。可是我们第二个概念要想到自己啊，差别在这里啦。对，那我们第一个，如果说在家生活惯性，那第一个想到嘛，哦，父母在家想到父母嘛。那如果说子女在想到子女嘛，那现在讲的先生的，是好造善业啊。所以虽然是居家有很多过患啊，但以造善业来说，我们一个人生活没办法对劲，就是造自己的贪欲的业。可是因为呢，在家你会想到父母，想到子女，想到另外一半，你就会造善业。所以相对的，以十三业来说，在家居士的造十三业机会比较大，但也往往生殖摩擦烦恼造恶业机会也多，因为境多嘛。所以怎么样能够转烦恼的非礼作业的恶业的因，转为造善业的这种善业的因，这个很重要，就再去更需要修行。很容易一下恶就很多，一下善就可以汲取，所以你们修行更应该学哦，好好去调理内心，更应该哦，懂吼？啊，我们出家就要想到三宝，不要一直圆到自己，因为没有对境嘛，没有家人，所以第二个概念一定要想到三宝。那我们要想到三宝，一定圆自己，圆自己就是贪欲了。今天我煮什么好吃的，都贪欲。所以我们要主要对三宝，那第二个概念，最第一个概念想到别人、家人，这个要建立起来。那但是说，如果你想到说先想到三宝，想到家人更好了，因为三宝是出世间的福啦，家人是世间福而已啦，所以要把家人的世间福做第一个目标，是出世间福的三宝，先供养三宝，再供养家人，这个要增上的部分呢。先请教师父，那如果说我们煮的那个东西已经是做那个是啊，说咽口啦那些做过了，已经算施出去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我们拿回来，那我们自己煮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吃嘛？那我们虽然有跟他嗡啊吽，可是我们要吃以前不是要先做那个供养佛、供养法这个？那我们已经那个已经等于施食过下啊三恶道的。那我们还可以再这样做吗？可以啊，嗡阿訇就转化了。哦，有念嗡阿訇就算它全部转化了。对啊对啊。哦，谢谢师父哦。你连那个尿跟粪都会嗡阿訇供养了，何况那些？不是啊，我是说那个是吃过了。我知道，那您吃过比尿粪还殊胜，还是比尿粪更糟？哦，是当然，我们这是真的食物啦。对啊，所以你像连粪尿都可以嗡阿訇供养的，何况那个是供养过的，就比较看看啦，我是你比较啦，那当然那个比尿粪还殊胜，当然可以嗡阿訇再供养啊。哦，这样子啊，谢谢，因为我是想说那个已经下施过了，然后对啦，道理懂就好了，也不用再谈了。好好，谢谢师父。他要变成多说出好好出了些想法。师父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那个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格西哈，你讲说，比方说我今天供过的东西，哈，然后明天再供没有关系，是啊是啊，没错啊，那因为都是每次进化，哦，原因是也是因为今天进化跟明天进化就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，不同的进化，不同的力量进去了，我还有是活菩萨的三金刚种子之类。就是菩萨的地语咒语力、地时语力呢，那个力量进去就可以再供养了。哦，所以观想光哦，还有那个嗡阿訇掉下来哦，啊，变成这个净化，变成甘露，变成增长，一定要观想进去哦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就新的力量进去就可以了，供养。所以连荤的也可以供养哦，你们平常吃猪肉啦，什么荤的都可以嗡阿訇哦，没有差哦。不要说哦，三宝一定要拜素的，没有哦，荤的也可以供养。老师，
那坏掉的应该就不要供养了。你都不想吃的，还供给活菩萨，不是很奇怪？那你知道吗？是说翁刚就被要殊胜享啊！如果你自己不想吃，你翁刚，你跟摆在桌上都不想摆的、啊。这个心态比较重要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要殊胜享。师傅你现在这种供养的概念哈、哦，这种供养的概念是不是比较偏向密咒的？是啊是啊。的想法密咒的，我觉得显教就会看，就会执着那种，哦，荤的就荤的，素的就素的，今天的跟明天的。不一样，对，因为他是从物上面来着想了、啊，我是从我们的造业啊，业啊，你意业啊，每天这个不管什么境，意业最重要啊。啊，其实活菩萨会不会吃你这个东西？不会啊，所以你的心造业为主了，活菩萨根本不会吃你这些东西，连天人都不会吃你的东西的，何况是活菩萨？但是你训练你的心因，我就是要把这一份心通过嗡嘛加持变成世间最好的甘露哦，甘露有四种甘露哦，这个连天人都要的哦，无病甘露、长寿甘露、学法无障碍的甘露，还有智慧甘露，这是不是众生都需要？那你把它变成这个四个甘露的话，你供养天人，天人很高兴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供养活菩萨，活菩萨他还没有圆满智慧观，那佛也不是要你要供养啊，菩萨也不需要做，因为他一生是根本不需要这些，只是你透过这样的法供养，透过甘露这样供养，他是增长你善业，你真的善业，活菩萨很高兴啊。所以活菩萨不是因为你供养他很高兴，而是透过这样你增长你自己的善业很高兴。哦好，啊，对嘛，重点是我们心嘛。啊，你自己不想吃，你还做供养干嘛？对，因为刚才法师说那个什么尿也变成清净，所以是啊，是会这样子。因为尿那个不可能去供养的嘛，不可能。但是他是要他的目的要去掉你的庸俗子啊，庸俗子，这个身体去掉出你庸常俗子啊，既没有好坏，我们把它当成有好有坏，这个叫庸俗子啊。他目的要去这个执着啦，不要把它想好坏。哎，就是好的坏的都是世间的概念啊，这个都是庸俗子啊、哦、这个是重点，这是密法的重点、啊哦、了解了解。但是你不能说我不想吃要做供养，那个已经存在不想吃了嘛，对、啊、那个就不殊胜了，那个没有意义了、哎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它不同的表现利益跟内涵啊。所以虽然是你供养不好的，你要把它供完后变成很好东西再供养也可以，但是你要想吃哦，你不能说我不吃的供养菩萨，是你想吃的哦，想吃透过嗡阿加持变成甘露，我想吃这个甘露，那个才是殊胜享啊。啊，请说。当然可以啊，嗡阿后每天要供养啊，对啊，不但你要吃药啊，连你身上的护法神要吃药啊。我们吃药不是为自己哦，哈。我们是要照顾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八万四千虫哦，照顾好的细胞哦，照顾好那个跟你维持身体健康这种种的这众生哦，有些是护法神跟你在一起，我们叫这个我们叫守护神啊，就是你身体健康他就健康，你快乐他就快乐，你幸福他就幸福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晓得有这种护法神哦。对呀、啊。所以不是为自己咯，懂吼？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哦。我们从没有看到是护法神，从看到就是我们家人啊。所以你在供养药供完后的时候，你会观想那些鬼道的、畜生道的、身体不健康的，如果这个病可以治什么病，连带这个药力也可以嘛，分享给所有的六道众生，药力得到这种受用。从嗡阿后加持分散出去，变成增长你的慈悲心，所以可以做供养，得到这种药的帮助，对对对，那个能量的帮助。好，可以。所以呢，要从因下手了哈。所以因无余事胜于此，好，从因下手。因以那因什么呢？要以戒慧禁律正，就要正得。戒定慧三学，净律就是定啊，哦、戒慧定来证得，极条无垢涅槃位，靠着极净、
极静，那调整到无垢的涅槃位，涅槃就是解脱。好，通过这个极静的，极静分极静跟最极静嘛，那就是以比量跟空性慧而来得到断烦恼，断那个无垢，那个无垢就是把垢就是烦恼，透过这个空性的比量跟限量来呢断除烦恼，证得涅槃位。那涅槃位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生不死啊。涅槃位就是不生不死。一般我们讲汉系什么叫涅槃，你答不生不死它就正答。为什么不生不死？不用再轮回投生投生死啊，不用再轮回生死叫不生不死啊。他讲轮回来说啦，不用在轮回中生死流转，所以涅槃叫什么？不生不死啊。他是讲轮回的生死啊，不是讲无常法的生灭哦，这两个不一样哦。所以你打一般汉系会问何谓涅槃，按照班子打不生不死，哇好厉害，就竖大拇指，因为没有在轮回中生死流转的意思啦。所以讲不老不死也跟不生不死一样啊，老死生死，不老不死无穷尽，因为涅槃的嘛，就不会在轮回中生老死了。离地水火风日月，就不用了离开这什么轮回中的地水火风跟日月了。然后就地水火风就是四大的变迁了、日月就是时间的变迁了、轮回中环境的变迁就是地水火风了。一个时空间就讲空间的变迁了哈，一个讲时间的变迁就日月了。因为你住涅槃就不会在轮回中了嘛。这个是地水火是空间的变迁，日月是时间的变迁哈。所以因学宝，因学宝贵三学之道，就界定会三学。其中三学呢，数定有三，就是一定是三个。说数定就是它数量是决定的，一定界定为三只有三个哦。那为什么数量决定呢？它有三个角度来说。第一个，观待调心四谛界定为三学只有三个数量决定调心。第一个，为善乱心者念不善乱续须戒学。所以一般善乱我们叫善乱就是戒，戒是戒身口，但其实重点在戒意，因为身口是由意发出的，所以对于你的目标，所以这个戒，我怎么讲戒？一般我们讲那个南山略在变南，第一个讲什么？鬼尘出离之道啊，中体篇啊。所以你必持戒，必须要有个中体。我为什么要持戒？不是持戒相哦。一般的这个人都不懂中体的作用，就把它偏在戒相。为什么常师父为什么提中体偏？就是说我们持戒需要以中体先有个概念，以出离心为因，如果菩萨就以菩提心为因。所以那个目标有了，我是为了这个目标这个宗旨来持戒，才能够令这个善乱心者令不善乱，就叫正念正知啊。靠着平常正念正，我是为了需求解脱，或是为了成佛来持戒，能够常常把这个宗体领纳于心，不是戒相领纳于心哦。我们把持戒相到持戒是错的哦，应该是持戒体才是持戒哦，不是持戒相哦。所以一般我都在戒相在判断有没有犯，这个是错的，而是判戒体。戒体有没有犯，不是戒相有没有犯，懂吼？一般都弄错了，从戒相去琢磨，其实错了，应该从戒体去琢磨。上次有讲过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令善乱心者令不善乱，须戒学，对中体目标要确认。心未定者未令得定，所以通过这样中体的这种把持。对境该取该舍，这个叫正知正念。有正知正念，在戒行好，能够训练到一定的基础，再学定学，就马上可以得定。为什么戒为
戒为定基，就是你戒的时候，迟早能够该去该舍正知正念，能够培养好了，训练修定就是靠正知正念。所以有正知正念的力量，在修定很快就得定。那这定为什么？三摩地或明心学。那三摩地呢，是指一般我们讲三摩地叫无垢三摩地，是指没有昏沉掉举流散的就叫三摩地。从十五秒的出处就算有三摩地咯，只要十五秒的时间以内没有昏沉掉举流散，就称为三摩地咯。有无垢三摩地哦，十五秒哦，出处。二柱呢要一分多钟，就叫嘛第二个那个我们叫续柱。第三个安柱要五分多钟，所以从初柱开始就称为已经有三摩地了。你们有没有三摩地过？有啦，念佛没有吗？十五秒都做不到吗？做不到啊、哦、啊、嗯、好好专精。你为什么不是在对功德没有需求啦？不是，你内心对功德需求什么都忘掉的，也就是功德那个胜利没有感觉特别的强盛，需求不够才会抢东抢西。如果说今天有一颗巧克力是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摆在那边的时候呢，你会一直想巧克力呢，还是会一直想有东 有东西呢？有都没有的，对嘛？所以那个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一直想着它啦，对不对？其他都念头都跑不进来，就是对那个东西的功德你还没有真正需求，所以很多东西才会空隙钻空隙就跑进来。所以第一个要对那个功德修定的功德也好，如果念佛念佛的功德属习属习功德要去产生一个真正的确定我想要。当你功德想要的时候呢，什么念头都没关系的，都会打散，因为这个是我主要想要的。所以对功德一定要好好思维，修定就是要第一个对功德思维，对修定的功德也好，对念佛的功德也好，要去多思维，多产生心理这种确定跟需求，这样来修定很快就得到三昧。第一步、啊、一般来讲都没有思维功德，就口口念啊，口口念的烦恼那个杂念的地方呀、啊、第一关要先思维功德。那这样呢，就为三摩地或名心学，就定学。心未解脱，未令解脱，是为慧学。虽然呢，从慧学要从无我慧下手。哦，无我慧呢，要让他得解脱。所以重点的啊、能够解脱的因，要靠嘛无我慧。由此三学，诸瑜伽师一切所咒，皆得究竟戒定慧三学。哦，这个是从啊、戒定三学的这个部分哈，那、哦、个讲戒定不散乱。啊、哦，这个部分来说，调心次第来说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宽；第一个从另外角度，观待果数决定，果的数量决定来说，第一个不毁戒果，是为欲戒恶种善去，毁患之果是诸恶去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从戒来说，果如果说能够持戒，可以得啊欲戒的两种善趣，它两种是讲人天啊，其实它把阿修罗省略到天去了，把阿修罗归纳到天去了，所以就变两种善趣，欲界的两种善趣。那毁患的破毁换界或破界的是诸恶趣，所以是从果来说。第二个呢，啊，心学之果未得上界二种善趣。那上界呢，就是我们讲天上界二重上去、哦、就讲一个是天，一个天人，一个是无色界。他讲上界了啊，所以上界是天人而已啊，就是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呢。那慧学之果就是解脱，这是从果来看，所以果也要靠把戒定慧三学来说啊。从欲界跟色界无色界，那欲界哦，欲界就是善趣恶趣，那定学就是得色界无色界之果，两种果。慧学之果就是解脱。
从其所生为真上身决定胜，靠着持戒还有修定得真上身，靠着慧得到究竟决定胜。所以初有上下二界散去，故能生法亦有二种啊，此二即是本地分说。所以我们讲初，就初就讲持戒哦，持戒呢有两二界散去嘛，包括哎，我讲那个二界散去嘛，欲界的哦，欲界有人天，还有色界也是天，所以欲界天跟色界天有上下二界散去，故人生法的果，就是佛果呢，生法果也有两种啊，就是两种上去来说了。啊、那这个解释呢又多迷茫了哈。那此二者是本地分说，他没有解释清楚啊，前面已经清楚了，现在讲的模糊掉了哈。所以有上下二界散去的，就是讲这个界的部分的、啊哦、上下二界包括欲界，还有上界，就是讲那个色界无色界。但是一般来说哈、哦、一般持戒跟那个想到色界无色界比较没有关系，因为持戒属于浮业，不是不动业。所以这初有上下二界散去，故能生法亦有二种，这个就多出来的，很奇怪。因为修到色界无色界一定要靠禅定啊，不是靠持戒的啦。持戒是在欲界天而已啦，因为它是浮业而已。那叫人说很奇怪哈，本地分说的其实多此一举哈。说那说又诸先觉待所断或一许三种，那断除的烦恼有三种，一个是破坏烦恼胡其现行，尽断种子有三个。那如果说破坏烦恼来说呢，次第就是我们讲破坏烦恼，就是讲为什么破坏烦恼，就是烦恼心所啦，就是说想要犯戒这个烦恼心所，把它破坏掉，变成持戒的心所，变成一个善心所，所以就叫破坏的。第一个是讲破坏烦恼，就是我们讲转心转念的、啊，把非理作意的烦恼转为如理作意，这个叫第一个戒破坏烦恼，定扶其现行，那个烦恼不现行，定慧呢尽断种子，就三个。那一般贝兰有说啊、我们叫一个什么？叫认识烦恼。一个是嘛，苦烦恼；一个是嘛，杀，有没有？贝兰说嘛，意思认识什么是贼嘛，靠戒。第一个是把它绑起来嘛，就是靠定。那把这个烦恼杀掉，那个叫慧。嘿，贝兰是这样说的。好，所以次第决定者，本地分引《换问经》显此意云。好，那个本地分有说。初善助根本，啊，这是初善，就是讲戒；次乐心其境是讲定；后圣见二见，啊，相应不相应？觉得后圣见二见，觉得后圣见，圣见就是得到圣者的这种见解，那二见呢，就把它断除。好，所以文字讲的很模糊哈，后圣见。二见相应不相应，相应什么？后圣见二见不相应，这应该是讲哈，初善处根本，次乐心其境，后圣见相应不相应二见，嘿嘿嘿，这样比较合理啊。本来这样写是很怪，初圣见相应，我们不然讲吧，后相应圣见。然后呢，不相应恶见，啊、哦，后相应圣见，不相应恶见，这样可以吗？也可以啦，要、哦、把相应当成动词啊，还一样啊。啊，那此中思罗就是戒，戒是为根本，于二学处从此生故，在讲调心次第、啊、那思罗就叫戒、啊、那有修多罗叫经、啊、这不一样、啊、那我问你、啊、
戒跟律有没有一样？一样，算成一样减学少。戒跟律，律是戒吗？律是戒吗？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戒是必须结合你的目标，它是以出离心为因，所以必须跟你的宗旨结合一起才叫戒哦。所以以这个目标凯定该取该舍，这个叫戒。律就是一则那个我们叫戒相，还有规矩。所以律是规矩跟条例，戒相这个是取律，戒是跟心结合的，律是一个明文规定的条例规矩。所以一般我们讲戒，如果没有结合出离心来讲，都叫讲律，不能讲戒。然后，所以一般我们讲一个大的是讲律师来讲戒师。律师受戒的才叫戒师，然后要把这个内心的这个不出离心菩提心，这个得戒叫出离心菩提摄舍，这个叫传戒师。但他不没有讲规矩的，只是把那个戒体传给你，就叫传戒师。如果把规矩该取该舍这个戒相讲清楚，就叫律师，懂懂哈？所以讲那个持戒的那个戒相叫律。那以心结合的戒体为主的就叫戒，所以戒跟律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如果说，有律无戒，有没有这种状况？持戒相呢，不从戒不从戒体看的啊，只是光从戒相啊，哦，不能吃晚餐，哦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跳行，还有呢，不能怎么样怎么样啊？哦这个属于律，那这个律没有戒的精神，这个叫什么？戒进取见，把不能解脱的戒相当成是可以得解脱的戒，就错了哦。所以戒最重要，那律是靠着律来让你练习戒的精神，一个规范，通过这个规范来练习你这个戒该取该舍的一个标准。所以律来嘛，显发戒，戒呢靠律来行持一个规范，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、啊，但是缺的律就没有方所了，有戒无律就没有方所，没有一个标准呐、啊。那有律无戒就是邪见了、啊，邪戒了、啊，因为他没有解脱，以为得解脱，那个什么戒就去戒了。这样可以啊、哦，所以戒跟律不一样哦。好，再看，所以他调心是第一，思罗是为根本，于二学处从此生故。一是思罗能得第二心乐静定，靠戒的基础才得到定和调心次第来说。得定者见如实故，如实就是实相。靠定摄摩他之后，定就得到摄摩他。摄摩他之后呢，再依摄摩他来圆空性的内涵。例如说我念佛念到那个摄摩他、得到身心清安乐，再想到那个念佛到底是自性空还是自性有，去想这个空性内涵。那一想一想一想，那就变成了相作意，了相作意的一想，哦，原来它是自性空的比量，之后那比量之后觉受，这个在入定，把这比量住这个觉都入定，得到那个圣摩他升起了，这个就得到那个什么念佛是自性空的，我们叫无相念佛，或讲实相念佛，所以念佛先得到圣摩他。去再去圆他的中观那个四大观要内涵，无自性的觉受，无自性觉受的比量升起，再把这个觉受当成所缘境来修修修修，再修成那个摄摩他的升起，这个叫念佛的实相念佛的直观受应，大家了解哈？所以必须要摄摩他当基础了，没有摄摩他没办法得到毗婆舍那。哎，老师，那刚才讲那个律跟戒，那如果这样讲，不知道说可不可以？就是说，
律是相，戒是体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也可以这样说，可以这样讲哦。好，所以透过色摩他在思维空性，能得第三成就圣见，啊，那个现证空性，远离恶见。那三学自信者，这个自信就是体性啦，啊，自信不是自信成立哦，它是体性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的时候，有时候呢，那个藏人啊，或是格西啊，或是藏文，他名字都成立都少写了。自信成立跟自信不一样哦。什么叫成立？存在的方式。所以万法有其自性，其自性是无自性成立，这样没有问题。啊，万法有其自性，其自性是无自性成立。这样可以哈，所以万法有它的体性，那这个体性呢，是以没有自性成立的方式存在，依靠唯分别心安立而有，所以它是无自性成立。但是一般会格西他能不能讲万法有其自性，其自性是无自性？哎，其实很奇怪，啊，什么又有自性又无自性？所以那个找一个成立啦，其自性是无自性成立。存在的方式是以无自性成立的方式存在，但是他有他的自性哦，诸法都有他的自性，自性就是体性啊，可以哦。再如《幻问经》说：“因圆满六支，四乐住成就，哦，于四各四行。”智慧常清净，那这个于此于界中圆满六支，啊，六支呢，啊，就包括哪些呢？啊，包括这六个，一个，啊，一个俱净思罗，第一个戒学的部分，好，啊，要俱净精进的思罗，第二个呢，守护别解脱律仪，好。那这两个呢，第一支具清净思罗跟守护别解脱律仪，此二显示解脱出离思罗清净，假设为了解脱来持戒的清净，第这前两个。第三支，哦，鬼则所行，哦，就是依照这个鬼则，就是规矩去如理去行持。那所以鬼则所行，这个鬼则一个是鬼则圆满，一个是所行圆满，所以智的这个界相呢很完整啊，这个规矩很完整，而且行持很圆满者，那个这是呢我们讲有鬼则跟所行是三跟四啊，那这叫三跟四具圆满者，此二显示无所积毁失落清净。就你定的戒律很完整，加上你行持也完整，就不会有被人击毁的这个问题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前三跟四，鬼则三所行，鬼则圆满三所行圆满四，显示无所击毁失落清净，就是三跟四。第五支于诸小罪见大部位者，啊，是第五，显示的无穿吹失落清净。就因为见小罪见大部呢，就不会有犯罪，有缺漏，有犯罪。而例如说我大罪才要持守，小罪不持，这个就有缺漏了。好，这个第五个清，第五支的清净。第六个呢，受学学处，不但要护持这个成，而且要对这个这个怎么样的戒律该行使，要怎么去学，然后这个要受学，对戒相要。开车吃饭要去了解，这个授权就是显无颠倒色罗清净，这六个圆满六支属于戒学的部分啊，这个解脱色罗色罗清净，无所积毁色罗清净，显无穿缺色罗清净，还有显无颠倒色罗清净啊，那开车为六个。
那再看这是戒学，再看四乐住成就。四乐成就呢，四乐住的四心住者啊，为四净虑啊，叫做四禅啊。因为四乐住，四乐住就是有四禅，包括呢那个初禅的我们叫离生喜乐定，二禅定生喜乐定，三禅离喜妙乐定，第五禅舍念清净定。好，那这个宪法安乐住，其实第四禅没有啊，第四禅没有那个宪法安乐住了、只有三禅而已啦，但是把四禅加进，可是第四禅没有宪法安乐住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乐受了，都舍了啊。三者最快乐的离喜妙乐，所以名乐成就视为心学啊。那把第四禅加进去了啊，其实第四禅没有乐成就哈。再来看嘛啊，于是各事行智慧常清净。那是于是各事行，就讲四谛十六形象啊。我们看那个导数第三，四就是四个事行，这个四为四谛，它有各事行，为苦谛，这个苦中哈，那个叫苦谛中，要这个谛。苦谛的四个形象为无常逗点、苦逗点、空逗点、无我，有四个形象，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苦地中啊，那极地中，那叫极地地，因逗点、极逗点、生逗点、缘逗点，因其生缘。那灭地中，这个加一个地，好、啊，那灭逗点、净逗点、妙逗点、离逗点四个。灭尽妙理，那道地中加个地，哦，道地中道斗点、如斗点、行斗点出，道如行出，所以达此十六有十六相，就是四个四行，那视为慧学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一般来讲，这是共秩序以下的啦。共秩序派一下，那秩序派的这个讲的四谛十六形象，主要是要对治那个独立实之有的执着啦。所以法王会常说，修四谛十六形象没有办法断烦恼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以独立实之破独立实之有的概念来修四谛十六形象，这是秩序以下的概念。但如果说，难道我用四谛十六形象不能证解脱吗？可以，你把四谛十六改成是以自性成立空的形象来修，一样是原四谛十六形象，但是那样是自性成立空就可以断烦恼了。因为自性以下是用独立实际有的概念来修四谛十六形象，实际实际有空啊，就差别在那个趋入境是独立实际有空还是自性成立空。如果以自性成立空来修四谛十六形象，可以断烦恼。那这个法王没有详细说明啊，可以哦。因为他只要观待这个都内涵都是讲观待他法来说了，不管是无苦地、极地、灭地、道地，都是观待他法而有嘛。只要观待他法，就无自性成立嘛。好。若导寻常中士道者，如果是要导入寻常中士道，叫正中士，只是为了自力解脱而已啦，这叫导寻常中士道，就是为自力解脱的正中士道，不是共中士道、是为自力解脱为主，叫正中士道。此因广释于三学中引导之理、就是以为了要自力解脱呢，要广释，把界定三会三学的内涵要讲清楚，应该在中士道讲清楚。但是呢，南非鲁肃那目的不是要自力解脱的走正中士道，中道是不是这个目的来讲广论的中士道？所以
故修只观心会恶学，于上士时知当广述，今不凡述。所以如果要修自力解脱的正中之道，应该在中之道就要讲只观恶学啦，心会恶学啦，靠着怎么样修圣摩他，在修毗婆舍那空性，来证得断烦恼的力量，来得到解脱。所以因为不想要让你在这边就自力解脱，所以在只观恶学，在大圣那个大悲心普心六度四时候才说了，目的要你走大圣之道了，不要走正中之道了。好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可以哦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是以戒定慧三学来灭除生死啊，戒定慧三学的道。那我们看先略说，今当略说学戒之理。此中最初当硕思维思罗生理，你要学戒，你要学某个法，一定要先对这个法的功德要产生好药。那产生好药呢，就要宣说它的功德跟生理，这个是必然的。例如说有了一个行销员，要想讲你要买这个产品，他第一个想嘛，这个产品多好多好嘛。如果他不讲这个产品多好，你会想买吗？不会啊。刚玉莹跟我讲那个锅子有多好多好，他还先跟我讲，我才会想，哎呦，这个不错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先讲功德啊。所以你要讲每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先把功德，学佛有多好，不像来学佛啊，学佛、啊、你这样讲，人家想不想去啊？他说学佛有多好，一个是呢经论上说有多好，一个我自己体验有多好，还有别人体验有多好，大家的漱口成经，大家都是这样说的，不是我这样说的，是每个人都这样说的，所以大家就会想学佛，那是不一定的、啊、根器不同。好，这个叫学戒之理，要先讲嘛，思罗的胜利，令其自心增长好药欢喜，要加个好药，不是欢喜而已啦，想要的意思啦，好药欢喜，如果只是欢喜而已，他不想要没办法啦，还要好药欢喜。如大涅槃经云，戒是一切善法之梯，这个善法就是讲那个一般的讲戒是一切善法之梯，是讲十善法的戒，不是讲佛制的戒哦，这样懂哈、哦、戒如果是以佛制戒，自戒一定是以五戒八戒来算的、啊，但是一般我们讲的戒是以十善法来说叫戒，世间法也有戒哦，就是要对人和善啊，好，这个都是戒，所以戒不一定是指五戒以上，所以它是戒是一切善法之体，是指十善戒。戒是根本，犹如地是树等根本。戒是一切善法前导，如大山主是为一切山人前导。戒是一切法床，如地势床啊，就地势床那个床呢，一是在那个地势就是提供了哈，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还没有出门之前，他那个床幡或是那个戒牌一定走在前面。你们看到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大官的时候啊，走在前面的时候，那个旗子也在前面走了、啊。还有那个将军啊，元帅啊，如果他姓王，对不对？哦，姓高和的高元帅，他的旗子是一个高，对不对？高的那个将军还元帅没走之前，那个高的旗帜已经在前面走了、啊。这个戒就像那个一个代表啦，一个某个代表。所以呢，如地势床已经走在前面了。戒毕竟断一切罪恶及恶趣道，靠着持戒能够把这个造恶业还有投生恶趣的道把它们断除。如药术治疗一切罪恶病故，由于呢能够持戒，所以呢不会造恶业的根本呢，就把这个罪恶病除掉。戒是险恶三有道良，所以在险恶的这个三有里面呢，靠着戒才不会堕三恶去受苦。戒是假戒能摧烦恼诸怨敌故，这个摧是嘛转化，不是根断哈。我们转烦恼是转烦恼，不是根断的。戒只能转哦，不能断哦。
地是压福哦，所以靠大圣的戒是转烦恼，转心转念转烦恼，定是压福烦恼，慧是断烦恼。所以这个催这个是讲的转啊，应该是讲转比较，不能讲催了哈，他没办法催了，是转而已。戒是明咒，能除烦恼，除毒蛇的，一些叫转啊，没办法除了哈。戒是桥梁，渡罪河，故可以越过这个罪河。那龙猛菩萨、龙树菩萨也说，戒是一切得一处，如动不动依于地。啊，动不动，我们讲动就是讲有情啊，不动就是世间啊。这样的哈，一切得一处，动就是会走路的有情。不动的就是嘛，气世间，这个情世间跟气世间呢、啊，哦，这个动就是我们讲情世间，不动就是气世间。我可以哈。所以有情世间、气间都是要靠地啊，才能够依存呢、啊。所以《妙壁勤问经》也说啊，一切架墙依于地，以农作物架墙农作物依于地，无诸灾患而生长。如果地没有灾患，就靠地；那个没有灾害、天灾了哈，地变就靠这个地而生长。如是依戒胜百法，靠这个戒呢啊，杯水浇灌而生长。对对，这个戒呢，这个依这个戒呢，来殊胜的白法。这个胜不是那个超胜的意思啊，那个是殊胜哦，殊胜不是超胜哦。所以他用胜很奇怪哈、哦，如是依戒，然后我们这样造白法嘛，应该用造。用胜白法简单，可是会误解。我用善也可以嘛？哈，如是依戒善白法，杯水灌浇而生长。应该用善比较好，哈，好的嘛。用胜好像不大好，它因为一个字不能代表两个字，意思变胜变成有超胜的感觉。应该叫善，好啦。所以因如是思维，若受不护过患极重，所以若受戒但又不去护戒，那过患极重哦，会堕三恶去哦。哦，若受就是若受戒，受戒不护，这个加一个戒会比较清楚。若受戒不护过患极重，不护这个逗点，若受戒不护逗点过患极重。如比丘真爱经也说，或有戒为乐，或有戒为苦，具戒则安乐，毁戒则成苦。所以戒是一个两面刀，持戒就可以得到人天善续，坏戒就可以堕三恶趣为苦。哦，它两面刀啦，有好也有坏。那说那不持戒可不可以？啊，不受戒可不可以？一样啊。不受戒你要有十善法啊，一样啊，虽然是没有去受五戒啊，但是也有十善法的，这个平常的戒都在、啊、这个是不是活字的，平常的这个十善法就是戒。但是多五戒的戒体的这种特加持，你功德就倍倍增长。所以受戒一定要有出离心菩提心摄持，功德才会倍倍增长。如果说没有出离心菩提摄持，那个戒等于是无戒啦，没有戒体的戒，那个就是一般的善法戒了，不是戒善的，变成是业善，不是戒善。那戒善比业善好得多，因为它是遍该生处，好处在这里，遍该生处。此说受学通于胜利过患恶贫，所以要受学这个戒呢，要通于了解它的是吧？持戒的胜利。那了解犯戒的过患，是故因啊，亦因善思
为过患信众学处。所以刚才呢讲的是讲功德嘛，但是实际上呢，除了功德面要想之外，连那个外界的过患也应该做思维啊。啊，他就讲功德，那过患的面还是要做思维，所以后面就讲过患的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到这里？哎，哦，自信就是体性啦，有体性就有作用了。诸法有其自性，哎，对，我先讲一下，五分钟。所以诸法必须由它的体性有作用才叫存在嘛，但在其自性这个体性呢，其自性呢，是无自性成立哈。什么叫自性成立？是观待为分别心安立而。所以自信不能讲其自信是无自信的，这个错了，应该成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叫成立？就是存在的方式。所以诸法有其自性，有它的体性，但存在的方式是无自性，因为那必须观待为分别心安立而存在，所以它是无自性成立，因为存在的方式是观待为分别心安立，所以叫无自性成立。好，那一般比婆舍那少写一个成立的，他就讲诸法有其自性，其自性是无自性，那就错了，应该其自性是无自性成立。所以你看广论比如说那少写很多啊，都少写的，都写有性，有性就少写，连自性都不说了，有性无性都就这样说了，就是很多东西都要加进去的，他们不想怕墨水太缺了怎么样，都不少，都多多写几个字，还是怕纸张也太少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自己学的要把它了解它的内涵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我们就回向喽。